律师小姐。真是好久不见。话虽如此，但那些拥有健康身体的人，其实大多都难以与受到病痛折磨的患者感同身受。所以为了防止他照顾得不够周到，我偶尔还是会来看看。这是唐菖蒲，花语是长寿、康宁，以及永远怀念。它还有一个别名，叫做剑兰。说说看。你是指那个叫简玉的人？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试探一下他。你还记得何雪云是怎么受到指使的吗？通过纸条来传播信息，本来就是种较为原始的方法。他完全可以借由社交账号来完成这件事。如果用对方法，警方基本很难追踪到源头。除非他并不知道何雪云诸如手机号之类的私人信息。而且对他来说，悄悄地送纸条，会比不着痕迹地打听到那些信息要容易。不过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，纸条本身就是对方的一种情节。你说，
当然可以。这份资料是哪里来的？不，有关系。这是我早年刚加入剑兰谷时做的一份研究报告。如果你把它提交给其他机构去分析，估计会花费很长的时间。面对报告里毫无逻辑的内容，对方很可能会这样想：剑兰谷这么写，一定有它的深意吧。实际上，这都只是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而已，是我在当时过于理想化的假设。你看这里。估计是被谁拿来当作草稿纸了吧。如果这就是你调查到的结果，那它很有可能只是个掩人耳目的幌子而已。真丢人，让你看笑话了。律师小姐，安燕现在正努力地与病魔做抗争，我们就先别打扰她了，走吧。没事，虽然目前线索断了一条，但相对应的，我们也收获了一个新的发现。昨天晚上夏燕联系我，说是仲向胜的尸检报告结果出来了。因为结果中涉及到了违禁成分 N2X。从尸检报告来看，仲向胜的死因是在一次性摄入过量的 N2X 后引发的器官衰竭。但在此之前，他的身体已经有受到影响的迹象，怀疑先前就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接触。经过对碎片的药物残留检验，
基本可以确定是和里面曾经装有的饮用水有关。除此之外，在将那管黑市药物提交给国安的特别调查组进行检验后，他们也对两者进行了比对。但是结果表明，碎片上的残留与流通于黑市的药物并非同一种。前者偏向于毒药，含有 N2X 的浓度要更高更致命，应该是另外进行配比后研制的。而后者确实更偏向于药物，但治愈疾病的概率非常低，而且还会产生强烈的副作用。已知的是会引发器官上的各种病变，以及让服用者产生体感真实的幻觉。那位坠楼身亡的许明就是这种副作用的受害者。没想到居然和黑市药物的成分不一样，那它的副作用究竟会是什么？算了，